下来这次的话，你跟吉田镇上同时都有入围最佳的阵容。嗯，那接下来的话，在球队也会再碰到。嗯，可以谈一下，例如说你对他印象，或者是接下来有机会想要跟他做哪些交流吗？我们只能说红袜队赚到了，对啊。很感谢在场所有的球迷，还有在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，感谢你们呢操控陪我一起送机，那是一个很温馨的画面。然后我会带着你们所有的祝福，你们所有的力量，带去美国，打出我所有的一切。对，谢谢。拿到最佳一垒手，还蛮开心的，对吧？有这个机会，然后拿到最佳一垒手。我那当时就没有想太多，就只是想要表现，我所有的力量在场上，然后也感谢联盟给我这次的最佳一垒手，这样子，对啊。跟大股翔有说希望台湾未来像日本一样拿到冠军。其实我们台湾棒球也每年也都在进步，所以我们可以拿到季前赛冠军，那一定是没问题的，对吧？接下来的话，你跟吉田镇上同时都有入围最佳的阵容，那接下来的话，在球队也会再碰到，可以谈一下，例如说你对他印象，或者是接下来有机会想要跟他做哪些交流吗？我们只能说红袜队赚到了，对啊，跟他交流，希望我们可以为红袜队拿到另外一个冠军，这样子，对。那接下来我帮自己设定什么样的目标吗？希望可以一直留在红袜队，然后站稳大联盟，然后希望成绩可以比往年还要更好，更好，这样子，对啊。这次回台湾的时间比以往来的久吗？大概台湾时间。对。就是这次回来台湾跟以往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？不一样的感觉，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。其实我比较开心的是可以陪伴我老婆怀孕，虽然我要回美国，但她在台湾生产，虽然一定会有点不舍，但是陪她时间已经很多，就觉得蛮开心的。有机会回台湾陪老婆生产？好像不太可能嘞，飞回来可能要飞回去了，对吧？没时间。玉成，这一次的话，就是全台非常非常多球迷支持你，你也从无论是社群或者是现场感受到大家的力量。接下来的话，就是新赛季的转播，大家也希望可以透过转播或者到现场帮你加油。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吗？有什么心情？很开心，台湾能够可以转播红袜的赛事，也希望在场所有的球迷们能够可以看我在红袜的表现，然后可以为我加油，不管我好或是坏，然后可以在网络上可以为我加油。来，画面补下来吧。都有了吗？都有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你们吧。可以啊，我听你的。没有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谢谢你，因为台湾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所有媒体大哥大姐，谢谢，辛苦了。没有画面没关系，可以走慢点，可以走慢点。安全第一，小心哦，小心啊。我很喜欢的衣服，迷彩衣，口罩也是，赞。所以确定有了吗？对，耶！来，我们小心哦，电扶梯哦。来，小心哦，谢谢大家，小心，帮我让个路。小心哦，加油！谢谢，加油！哎，好，你要上去吗？辛苦你们了，哦，谢谢，感谢，来哦。
好，谢谢玉成，谢谢，加油，加油。哎，谢谢。那我们接下来就留一点时间给家人，好不好？啊，等，那先不要赶来这边，因为我们还要让他们家人有点时间，好吗？谢谢，不好意思。好好，那就好。对对对对对，谢谢，谢谢。那进去啊。那边可以休息啊，到那边。对，还有一个经典赛的教练。哦 ，OK。红红这里跟经典赛教练。别跟了，别跟了。好了，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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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谢谢。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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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辛苦了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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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永远拍。